已经是五天了，小鱼儿还不回来，铁姑娘恐怕熬不过今天晚上了。感觉怎么样？无缺，无缺，他很快就会回来了，很快，你放心。真奇怪，那拼了命去为他找药的叫小鱼儿，为什么他嘴里叫的却是无缺？无缺，小二，快给我的马吃点草，喝点水。我还要赶路，子时之前我要赶到江大侠家。去江家，小鱼儿，哎，铁姑娘，哎，铁姑娘，你一定要撑住啊！就你的药到了，我再帮你多撑两个时辰。小鱼儿，谁叫我？是我。我不认识你啊。上次是我救的你啊，铁心兰在里面。真的。不可能，一定是有人要阻挠我救星兰。时间不多，千万别中计。喂，你要去哪儿啊？铁星兰真的在这儿。这儿。这个糊涂蛋居然不相信我，他要去了江家，那岂不是火灵芝可能都保不住了？相公，自干爹走后，你每天都在想什么？我在想，你干爹在七星连珠日那一天练成了神功之后，他会做什么？雄霸武林呢？哼，以他的武功，有谁敢得罪啊？他现在的权力，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你就不要乱想了。干爹和我说过，他的武功只有当今移花宫的两个女人和失踪多年的燕南天是他的对手。我看他是想超越这三个人。恐怕没那么简单呢、啊、师父，小鱼儿回来了。哦，铁心兰都被人家带走了，他回来干什么？赶快打发他走。是。哎，等等，师父还有吩咐。小鱼儿回来带着火灵芝吗？他说带了，要赶着给铁心兰治病呢。好，跟他说我马上见他。哎呀，哈哈哈哈，鱼少侠，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可是把我们急坏了。心兰怎么样了？马上带我去见她。铁姑娘的命可真好啊，遇到了上次给你治过伤的那个女神医，叫苏英的，现在病情稳住了。苏英？啊，她说这铁姑娘不能受风，让把门窗通通封起来。我要进去见她。哎，说了不能受风嘛，所以平时啊，我们谁都不敢进去，在门上开了个小洞，把饭送进去，取出药方，煎好了药再送进去。那让我在门口跟他谈一谈总可以吧？好吧，请。已经第十五天了，不知道小鱼儿有没有找到火灵芝救心兰。你还在想那位铁心兰？你真是犯贱。大师父经常教导无缺，要杀尽天下负心人，但如今你又要我不管心兰死活，这不是要逼我做负心人吗？你敢顶撞我？无缺只是实话实说。姐姐，你就饶了无缺吧，他这是自找的。当初他出气的时候，我告诫过他，
不要跟陌生人发生感情，可是他根本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连你我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又怎能怪孩子呢？铁心兰已经中了我的碎心掌，他恐怕活不过今天了。那就是说吴缺也活不过今天。冥顽不灵，恭喜师父练成加一神功。吴缺，你是我最疼爱的弟子，我早晚会把加一神功传给你，只要你学会了，你的武功就是天下第一了。师父拥有天下无敌的武功，令天下人都畏惧你，有什么好处？能让天下人都畏惧你，这是绝对的权利。当日秦始皇所拥有的，也不过如此。吴缺希望拥有的，比师父简单的多。我只是希望，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平平淡淡的生活在一起。父亲这样，儿子也这样。你认识我爹？你不是说我是孤儿吗？无父无母的孤儿。你想知道吗？我告诉你，我永远都不会跟你说的。二师父，求你放我出去，让我出去见新兰。你知道我不会违抗你大师父的。二师父，如果我今天晚上见不到新兰最后一面，你不要为难我。吴缺今晚见不到新兰，也活不过今晚。苏大夫，火灵芝送来了。那你赶快递进来吧，我会给铁姑娘服用，她现在不能受风。好好好，于少侠。哎，于少侠，你哎，苏大夫，我们刚刚是不是在客栈见过面了？有没有？有没有啊？苏大夫这十天一直在房间里面，你们怎么可能见过面呢？是吗？之前见到的那位跟现在里面的这位，其中一定有一个是假的，怎么办呢？哎呀，不好了！新兰姑娘吐血了，你赶紧把火灵芝递进来吧，不然就来不及了。于少侠，不要再犹豫了，不然真的来不及了。好吧，哎，好好，给给给。于少侠，请，请。来，吞下去啊。来，火灵芝遇到唾液就会融化，已经来不及熬药了，只能这样。我们刚才在外面，你在外面把火灵芝递给我了，不是吗？这下好了，铁姑娘吃了小鱼儿送来的火灵芝，应该没事了吧？嗯，新兰，嘘，她现在暂时不能说话，还很虚弱，她现在所有体力都要用来去吸收火灵芝的药力。你们赶紧出去把门关上吧，他现在不能受风，是不是啊，江大侠？对，对对对对对，江大侠，我赶了不少路，想讨杯茶喝，不知可以吗？好好好，我马上准备酒菜为于少侠洗尘啊，好，我这就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一切都是我爹逼的。得了吧，我的演技也不差，不用在我面前示范。对不起。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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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真的是上次救我的那位大夫啊。嗯。新兰到底怎么样？他刚刚服了火灵芝，应该没有什么大碍。这几天幸亏我把他运了出去，不然的话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江别鹤
居然连我救人的火灵芝也想要骗走。现在我们呢不必揭穿他，这样呢让他真的以为我跟铁心兰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也只能一直装蒜装下去了。为什么不揭穿他？大不了把他祖宗十八代都骂臭然后走人呢、那不行啊，心兰刚刚服下火灵芝，他只能躺着全身似火，只要一动就会伤上加伤。你的意思是要在这里多留几天？没有别的办法。没办法？你可不要乱来啊。言儿。爹。刚才究竟怎么回事？刚才我一接到火灵芝就被那个女大夫扎了一下，背上觉得麻麻的，然后就动不了了，被她藏在了床后面。这个苏英真是狡猾，坏了我的大事。爹，请你相信我，我下次一定会做得更好的。算了吧。爹。嗯。姐姐。爹。凤儿。我回师父那儿问他老人家有没有别的法子救铁姑娘，师父也说只有火灵芝可救，叫我带来些内伤药回来，但愿能拖延几日。没事了，小鱼儿取到了火灵芝，铁心兰已经服下，正在休息。小鱼儿，她在哪里？她在屋里啊。真的？嗯。小鱼儿，你回来了。嗯。这趟取火灵芝很辛苦吧？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铁姑娘有你这样的义兄，真是有福气。你有这样德高望重的爹，不是更有福气吗？我爹虽然在江湖上很有地位，可是他有些行为我也不太赞成。啊，你说话还真有技巧啊，真是胳膊肘该往外拐时就往外拐，该往内时就往内拐，拐肘神功啊。你练了多久啊？你不要笑话我，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不过我看得出来，你不是你爹那种人，你那个妹妹一看就知道是你爹生的。你总在我面前批评我的家人，似乎不太好吧？我也只是实话实说罢了。不过我能看出来你是一个好人，你会为友情而去拼命，这种人世上已经不多了。我傻呀？傻得很特别。所以特别傻呀。于相公，于相公，哎，于相公。哇，你从哪里钻出来的？我刚才听他们说小姐回来了，我要马上回房去服侍。谢天谢地，小姐终于醒过来了。哎哎，相公，等等我。你醒了？哎，不要让他说太多话，他现在需要力气来恢复元气。鱼儿哥，辛苦你了。听到没有啊？不要说话，知不知道？吴缺他，我一定会带他来见你。如果这个混蛋他迟到了，我就帮你打他屁股。你不用骗我，他是不是还被困在移花宫？没有，他早就出来了。他是怕我拿不到火灵芝，他说要去好远好远的地方找别的药，两边一起准备啊。你不用再骗我了，你每次骗我的时候都盯着我的眼睛看，生怕我不相信你。他没有骗你。哎，你快点过来，来哄哄他，胜过服用两株火灵芝啊。恭喜你啊，终于说服了您的两个嫁不出去的师傅啊。干得好啊。哎呀。哎哎，你干嘛拉我的耳朵？哎哎。心兰。对不起，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别说了，你能回来已经很好了。他们有没有为难你啊？没有。这次多亏了小鱼儿。在我师父口中，移花宫以外的人都是坏人，但我始终相信一定会有真心的朋友，小鱼儿就是一个。于相公，你干嘛拉我出来呀？我还要照顾小姐，你知不知道？事到如今，我不能不把一个秘密告诉你了。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人比花相公对你家小姐更挂念你？谁啊？没错，这个人就是秦仙，恶通天。他虽然外表强壮威猛凶恶，可是却有一颗很脆弱的心，他怕被人伤害，所以一直不敢向你说一声我爱你。你爱我？不是我爱你，是他爱你。没错，他现在应该已经回来了，不是在厨房就是在茅厕。去告诉他你也很爱他，发挥你的魅力，显露出应有的初恋情怀。你鼓起你的勇气，一二三，去吧。你们两位还没走啊？对呀，苏大夫，你忙了那么多天，该好好休息一下喽。我一点都不累，你要是累了你可以回去休息，不用客气的。哦，我不累。哦，我也不累。我也不觉得累呀。糟糕，怎么会这样呢？正所谓瘦田没人耕，耕了就有人争，要么就没人要，一来就来三个，不好应付，干脆死掉算了。我肚子饿了，我煮东西给你吃。不用了，我自己出去吃。哎，我知道有一家小馆子非常好吃，我带你去啊。如果苏大夫想去的话就一起去吧。我不饿，你们两个人去吃吧。小鱼儿，你明天过来找我，我要跟你讲一下铁心兰的病情。好，没问题。你刚才的表情好特别。什么呀？好特别。什么呀？这样啊，这样啊，这样啊。行不行？还行吧，还行吧。惨了，走了一个，他的态度更明显了。看来我要用胡吹乱诌、说三道四、指东骂西大法去把他搞糊涂。走啊。好，玉姬姐姐。什么玉姬？我叫玉凤。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凤的，凤只是好吹牛皮的文人把鸡说得好听点叫成凤罢了。这是我的名字，不管里面有没有凤，玉凤就是玉凤，玉姬多难听。哎，好了好了，别认真了。哎，我现在突然间好想吃那个叫花凤啊。你干嘛骂我？是你不让我叫鸡啊。你说凤好听点嘛、啊、那么凤就是鸡，鸡就是凤，叫花鸡就是叫花凤，名字都显得高贵一点呢、啊。我不准你这样叫。那么你到底是不准我叫玉鸡为玉凤，还是不准我叫玉凤为玉鸡，还是不准我叫叫花凤为叫花鸡，还是不准我叫叫花鸡为叫花凤，还是不准我吃叫花鸡，还是叫花凤，还是叫花鸡呢？不准叫江玉凤为叫花鸡，也不准叫玉凤为玉鸡，反正你。行了，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就去吃叫花凤了。不准吃！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告诉我啊？什么事情？我知道你怕羞，可是为了我们将来的幸福要努力才行啊！我们将来的幸福？这个时候嘴巴不是用来吃饭的。那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如果时间可以停留的话，我希望它永远停留在这一刻。我可以像这样，永远靠在你肩上。为什么别人总能拥有这样的幸福，而我却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熬着无边的苦难？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跟吴缺在一起。不，不会，他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你是什么身份？你只是一个下人，一个低贱的人，有资格被人爱吗？鱼啊鱼，有的吃就吃，有的睡就睡，有的游就游，今天不知明天事。你是鱼，我也是鱼，
为什么你们就这么幸福呢？有人为你们吃早餐，快吃吧。帮我交给新兰。你干嘛不自己给他？我要走了。这么快？我要回移花宫，我不想连累二师父。把话说清楚点。大师父不准我出宫，但是我担心新兰的伤势，求二师父成全我。你！难道真的有宿命吗？江峰当日为了挚爱宁愿一死，想不到他的儿子竟然同样为了一个铁心兰而不惜把性命豁出去。莲心，难道你忍心要让雪儿重蹈他父亲的覆辙吗？雪儿，我从来没有看过你这样，你这样为铁心兰，值得吗？值得。好，我答应放你出宫，但是你要答应二师父两件事情。只要无缺能见新兰，我什么都答应。一，你大师父每天晚上二更开始练功，直到天亮才会出关，所以你要在他出关之前赶回移花宫。你也知道你大师父的脾气。二，这一次是你最后一次见铁心兰，怎么办不到吗？雀儿，二师父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你身上的断爱绝情丹是没有办法解除的，每当你和铁心兰在一起时他就会发作，你可以忍受这种痛苦吗？你可以长期忍受这种痛苦吗？或许一天两天，可是一年十年呢？就算一万年也是这样。如果铁心兰真的爱你的话，他会忍心看见你这样痛苦吗？他会开心吗？与其两个人这样痛苦，还不如早点了断，再这样下去的话终归会激怒你大师父，到时候他不仅会杀了铁心兰，也会杀了你。二师父不想看到有这一日。二师父其实最关心的就是你，你知道吗？我答应你，二师父。把手伸过来。二师父。这可以让断爱绝情丹冬眠三个时辰，天亮之后便无效，速去速回。多谢二师父。这么说你不会再回来了？我是身不由己。什么身不由己？你就不能不回去吗？让那两个变态婆娘自相残杀，你就可以跟新兰在一起了？我体内有断爱绝情丹，根本不可以有爱，倒不如斩断情根，一了百了。那个什么断爱绝情丹真的没有办法根除吗？能够想到这么变态的方法来整你，他们还配当你师父，值得你信任吗？你真的不要走了，不然新兰会很伤心。我答应过二师父，我会信守承诺。你叫我怎么跟新兰讲才好？迟早要讲的，不如早讲。那你就自己讲。她是你的女人，不是我的女人。移花宫那两个坏女人的话你那么听，新兰那么听话你却不听她的，为什么？就算我留下，新兰也不会开心。帮我把玉佩交给他。要交你自己交。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你。二师父，
你知道二师父为什么叫你到冰窟来吗？不知道。是不想让你再害人害己。虽然你答应二师父不再见铁心兰，但是二师父知道你根本做不到，你仍然会思念铁心兰，仍然会因断一绝情丹而受折磨，你仍然会连累无辜的人。你的意思是一花宫还是不会放过心兰？这样只会让你一生怪罪二师父。二师父不会这么做的。这一次我会像以前一样为你打入冰片，让断爱绝情丹毒虫进入冬眠状态，只不过这一次是长期的。长期冬眠？因为你多次动了情心，思念铁心兰，令毒虫转趋活跃，你会时常受到毒虫的噬心之痛。让其冬眠之后，毒虫的活动能力就会减低，你的痛苦就会减少。而且你对铁心兰的思念也会相对减少。就是说无缺会淡忘心兰，甚至忘记心兰？有这可能。无缺已经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和心爱的人在一起，现在连一点点回忆都不可以给我。作为移花宫的弟子，根本没有爱的权利，受了断爱绝情丹的人更没有爱的福分。无缺，你接不接受？为了心兰，无缺接受。我们上那个山顶。小心啊，站稳了啊。你带人家来这里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是什么？说出来就不好玩了，要保持神秘感。你先坐起来。哎呀，我不等了。小小，很快了。等等，小小。小小，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嘛，小小，等等。说呀，你到底带我看什么？不能说的。说呀。看日落呀。你笑什么？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还有两个时辰太阳才会下山，你要带我看日落，也不用那么早啊。一切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两个人静静的等待，等待是最浪漫的事情。怎么跟心兰说呢？
为什么比偷火灵芝还要难呢？为什么所有的难题都要我小鱼儿去解决呢？难道这真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徒弟，躲什么躲啊？想爱就爱，想抱就抱，想亲就亲，拉他的手。哎，拉着手，用你的小步跳跳到师傅这边来。小步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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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去哪里啊？师傅啊，我准备和小小去放风筝啊，你一起去吧。你别假装了，你会希望我去？去吧去吧，玩得开心点啊。多谢师傅。等等，小步跳啊，小步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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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我才可以跟我的小仙女小步跳放风筝呢？你已经醒了。我今天早就醒了，发现吴缺不在，他是不是走了？我觉得不用怕，男儿志在四方嘛，男人总不能老是陪在女人的身边吧。移花宫有任务给他，他一定要去做，不然下次怎么来见你啊？他就是怕你惦着他，叫我把这个玉佩交给你，见玉佩如见人。他去哪儿了？继续去抓负心人呢。他说过他们每年都有定额的，要抓3000多个咯，今年只抓了200来个，年底了要交差了，当然要抓紧时间了。他不会回来了是不是？当然不是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当然不是了。不会再回来了？当然不是了。你不要再骗我了。我知道昨天晚上他一定是最后一次来看我，这辈子我不可能再见到他了，所以他才把这玉佩留下来给我做纪念的，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说话？有的时候我也要学老花一样少讲为妙。为什么我们会比别人爱的苦？唉，爱的苦也总比我好，想爱没得爱，不想爱又有太多的爱啊！你要是再拍的话，他又要吐血了。哎，别误会，老花走了，我安慰他而已啊。小鱼儿啊，你昨天晚上没喝醉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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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醉得一塌糊涂，没乱讲什么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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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还好有你呀、啊，不然我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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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姑娘，我看你病已无大碍，我先告辞了。那么快就要走？我娘她身体不好，我要回去照顾。他日有缘再见面吧。嗯，一定。江姑娘多保重。怎么不跟我说两句就走了呢？你就不用担心了，你目前最重要是把身体调理好，不然吴缺回来看到你皮黄骨瘦的样子就不认得你是新兰了，知道吗？啊，我也累了，回去睡了。大白天怎么能睡好呢？我知道镇上有一家菜馆，喝那里的茶会精神百倍。哪有这样的茶？一定是毒品。就当是陪陪我。哎，走吧。哎呀，小混蛋！一天不见，就和别的姑娘去鬼混。话说我的慕容家偷火灵芝的经过，可以说是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深入墓穴。你知不知道，一个慕容无敌，再加上一个淑妃娘娘，两个打完，再加上300多个家丁，打得落花流水，上吐下泻，迂回曲折，香艳恐怖，搞笑残忍，兼而有之。哇，好精彩！接着往下讲啊。话说慕容无敌有两个女儿，大的是皇上的妃子，也就是淑妃娘娘。淑妃，那是我的大师姐，我见过一面，她很早就离开师门了。啊，那就怪不得了，她武功那么高，一个她，一个慕容无敌，两个同时夹击我，
差点打得我肾衰竭。听说慕容无敌有一个女儿叫慕容仙，有个外号叫小仙女，长得很漂亮，可是个性刁蛮，常常把人折磨得半死不活。你说香艳的那个就是她吧？你是不是喜欢她呀？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当一个女人在你面前说另外一个女人的时候，你就要把那个女人贬得一文不值，那这个女人就会很开心很开心，不然的话我就会很惨很惨。你说香艳的那个是不是她？当然不是啦，她是搞笑残忍兼而有之那个部分。她可是个美女哟。怪胎才是真的吧。我告诉你啊，人家睡觉睡床，你猜她睡什么？睡什么？她睡一根绳。一根绳还蠢呢、啊、怎么个蠢法？我问你啊，青蟹跑得快还是红蟹跑得快啊？当然是青蟹跑得快，红蟹是死的嘛。她说是红蟹。我问你，木棍打头痛还是铁棍打头痛啊？是头最痛啊。她全部都答错了。你说她蠢不蠢呢、啊、最蠢。别叫小仙女。叫什么？叫小蠢女。小蠢女不行不行。不叫小蠢女。叫什么？叫小魔女。哎呀，有没有意思啊？小魔女啊。小魔女。哎呀，笑死我了。小魔女。小仙女，不是，是小魔女。不是，是小仙女。你就是那个什么慕容仙？你就是我大姐的师妹江玉凤。大家都是自己人，用不着拿开水烫人吧？不要脸，谁跟你是自己人啊？小鱼儿，你给我出来！干嘛？你骗我！我骗你什么？你说偷火灵芝是为了救你朋友，可却和他在这里鬼混，哼，还说我是小魔女。喂，你说什么？什么鬼混啊？你听不懂吗？我说的是你们这对狗男女。小仙女。哼，小仙女。大家闺秀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怪不得小鱼儿叫你小魔女。我终于明白了，是他叫你来我家偷火灵芝的。不是，叫他还给我，否则我就不客气了。哎，看你有什么本领，反正我们都是南海神尼的徒弟。来呀，来呀，看谁先丢师傅的脸，谁怕谁呀。哎哎哎哎，我知道女人要打架，这跟天要下雨母猪生小猪没分别的，制止不了。但是听着，打归打，别打脸啊。啊，打归打，别打肚子啊。小鱼儿、啊、你看他欺负我，你都不帮我，我再也不理你了。小仙女，小仙女。他那样对你，你还追他？你别管我了。喂，我是在帮你啊，他都拿水壶打你了，你还骂我。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别说是用水壶打你，就算用刀子捅你，你也不会生气啊。你刚才跟我讲的那一些全都是假话啊。那也不能那么说，俗话这么说了，可以戏假情真，可以情假戏真，可以真话假听，可以假话真听，那要看你怎么听了。哎呀，真精彩，两个人都走了。小仙女，姐姐、啊、怎么了、啊、发生什么事了？妹妹，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这个我早就知道，他们总是爱骗人。姐姐，你一晚上都没有睡了，洗把脸提提神吧。姐姐，我是不是很丑啊？怎么会呢？只要你把脸洗干净，一样是可以明艳照人的。你就会哄我开心。他根本就看不上我。妹妹，昨晚真是谢谢你了。
姐姐，你到底要做什么呀？玉凤，玉凤，夫人早。玉凤，你这是干嘛呀？我去师父那儿。你刚回来呀？我已经决定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人惹你生气了？我只是想出去走走，不想再伤心了。为什么伤心啊？你不要问了。你爹刚出去办事，不管怎么样也要等他回来跟他商量一下嘛，说走就走。你有什么不开心的跟娘说好了。你不会明白的。玉凤，玉凤。哼，这一定是你惹的祸。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是住嘴！告诉你，你爹已经出去了，我就是杀了你，也没有人会管。夫人，真的不是我干的，不关我的事。你去柴房把柴火劈了，我晚点再收拾你。就拥有过你的一切，谢谢你的告别，可以带给我这么多感觉。也是因为我的天资不够，体会不到你对我的体贴，但是可能你对我并没有那么了解。失去的青春就像我们曾经留给对方的伤痕，两个人无话不说，再到最后陌生，我想我都可以去忍。路上的灯看着我们冒着雨在情节里飞奔，希望有个人能明白我的眼泪和我的后半生。原来我一开始就陷得那么深。